我要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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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
来了。哦，来什么啦？射什么？吓到我了啦！太烦了，不小心就房间了。来，哇，你真的是反应好快哦！哇哦，反应好猛啊！不是这边我最快、欸，你最快。好了，可以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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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这次要进来啊！那个没进来就很惨哦。这个超远，超远的，记得走左边，不要短腰了。好，短腰怪怪。嗯，快的。我这边。反正你走错了。我没差，我比你快。哎、欸，你可以短哎、欸，繁星短上去啊！繁星好贵，好贵哦！运气那东西，你晕个头啊！有时候短上去，有时候短不起来了。哇 ！No！ 不，我跟杨走一起。哇！被听到了，你先，从另一边。啊！太快了，你们太快了！哇！还有这边可以跳，太快了。嗯，那个吗？哎，要你射上面的，我们射下面。哎，他迷路，他迷路。继续。你不要这么爽好不好？这样我很开心哎，怎么很开心的样子？不舒服。杨宇，不要浪费剑，不要浪费剑，不要浪费剑，他跑出去，他最后还要跑出去。他卡着，他只是个 M。嗯，是啦，是啦。你不要过来。他老了，他跳，他跳了。你把墨镜摘下来。哇，他又跑在前面了。完了、啊！他拿着药水，他拿着药水，危险的。好了，药水，他们都有药水，都想丢，他们想丢。我已经没有药水了，我只有坚持你们呀。哈哈哈哈哈！长拳。哎，你还是我的骗了你这个鬼！天子。完了，我们都没有游到。小心！哇，我们都没游到。这里鬼的移动速度比较快。快逃啊！完了。你上啊！你们守一下，我去按。来了来了，也来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不要，妹妹回去，妹妹回去！有另外一个鬼了，另一个来了，回去！二零挑战跑酷啊！都来了，可以啊！你跑这么棒！哎，你真的很棒！你最棒，真的很棒呢！我的弓呢？我在这里。我先投一个。你最棒！不要理他在凋零花哦。哪里？哎，这个完全动不了，超慢。得了，完了，被霸凌了。繁星在哪？繁星回去了。他回去了。不可能啊！啊，跑酷，跑酷啊！危险呐！哎呦，这个六哦，不，你也 PP， 一只，一个鸟，可是用的是石头，看是你的屁股，刚好，屁股，哎呦，拜，快逃啊！哇，后面那个好可怕，这一波真的太帅了，这边丢剑，贴超近，贴超近，好可怕，这边是丢剑石啊。二零，你别，二零上啊！怎么回来了？我想说，不能了，我只能往回跑了。后面还有一有一个跑比较慢的啦。两个都会玩，真的很难。真的。请酱油能不能突破零呢？哎，哎呀，酱油突破零。哎，怎么这还有一个人是零啊？不晓得在干嘛、啊。给杨都杀了一个，我在干嘛？真的你在干嘛？哇，又说这样子话，杨在呛我，呛你呀、啊，瞧不起杨洋哎，来了，还说你没弓箭的。
哎呦，没事啦，至少我有勇气。OK， 快揍我一拳！要有信心，只要有信心，有信心，问题，我一定可以第一个账号就会找回来了。耶、yeah ！我现在完全想不起密码。来哦，再来哦，来哦，好，噔噔噔，哦，二零跟营业，二零，哎呀。那就来喽，好，拜拜拜拜拜！我觉得我们要加油，活下去，加油加油！二零二零，我们要让他们活下去。好哟 ，nice， 那你们就不要动，我们就可以活下去。我们真的不要动了 ，nice 了哦！我怎么摔下来了？上边，哎哎哎哎，小加油！哎呦喂！哎呦喂啊！我的妈妈，妈妈，我今天才吃拉面啊！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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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才跟妈妈吃拉面啊！妈妈，太多人了！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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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游泳，下面好多只哦！游泳真的比较好。你们为什么要贪心？二零，你去死！还那么爱他，这么不发达。有你们三个人，其实联合射，说不定还可以撑。太好水了。我们走，我们走，进来。我先走喽。我的游戏体验来自于他。让他们下去，让他们下去。我们晚点走啊！不要那么的贪，我走喽。我先走。我很爱他。你先走，你先请。我贪了，我贪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没有、哦。我都走稳，我都走稳。没有走那边，走不回去。上这这边也上不去了吗？上面为什么这么可能？昨天走这条了吧？对、啊。好吧，好吧，一定安全路了。你们三个继续活着好吗？可以啊。好。那边那个二零啊，别再蹲啊，我已经看到了。这样我们可不可以把其他人拉过来？哦、那个陨月，那个干嘛？你要不要下来、啊？我都下来、啊。这样有、啊、那三个人有谁？我拉你们。那个泱泱、小雨跟我没有酱油，没有酱油，没有酱油，酱油快了、啊。一次只能拉一个人，小雨来。嗯、好，牺牲酱油，酱油吃。没事，我相信我。只要有信心，只要有信心，我实况转播也能转播得很好。你又在那边乱来，大火烧二零。哎，呦呦呦，哎，里面，里面有里面。小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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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来 ，OK，OK，OK。哦，酱油。嗨，再和持续活着，加油。可以先。要过去吗？让我看一下我该走哪。我的天啊，这是哪个江？也不是办法吧。哎、欸，下一个可以拉人，下一个还有谁在很后面？还有谁？洋洋跟杰克。洋洋跟杰克，他自己叫自己有没有尴尬？是拉洋洋吧，拉洋洋吧。洋洋。哇，被救了！洋洋快来啊！杰克撑住啊！杰克撑住！杰克撑住！你是没看到人、啊。你那个200怎么那么慢？嗯，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你们很快，你们很快，太快了，快了，别太快了，你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可以这样子，哎呦，旁边有一个砍他，砍他，砍他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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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你黏住了，哎，我们要过来，我们要进来，我们要进来，进来，走，不用走，走这边，走这边了，哇，那个不管，那个不管，我要再玩一次，真的是啊，真的是，玩一次要从另外一边，你走错边了。这也是有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我放弃。哎、啊，来啦！我卡到树上了。小雨，哎，我挑战。啊！我变猪猪了，我每次都不小心。快死了！快死了！快死了！哇、啊！死掉了！干嘛？哎、啊！啊！我也是猪！哦！来啦！猪猪！他们有没有不一样？你为什么把他射过来给我？杰克，好，快，小心，杰克，好来，你们射他，快，快，那我们感觉也要不行啊，我也不行啊，我不行啊，下去，走开，抓个角度射，另一边，不要，二零，二零，二零有药水，好，
啊，你敢用掉了？骗人！我都你只会骗人，说什么都不要信。他是骗子，不要理他。我居然过来了！哇，药水太坏了！哇，这个偷袭！那个那个那个，来了来了！下面哦，下面哦，下面！哇，两个人不太行，不太行！两个人，两个人手，两个人手！哎，等下，那个。那个剑士，钢色，钢色，钢色，没力，剑士怎么了？剑士没力了，完了，这都可以拉了，这是美丽的象征。二零很会耶，怎么这样？团团，走开啦！团团，美丽的别这样。我没力了啦，他还直接游过来啊！啊，还是在前面先倒过来了呢。两只刺猬。嗯。我帮你们按门了啦，等一下下一个门帮你按。那门明明就是我按的，好好好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我说下一个。这么窝心。啊，对呀。So sweet。那你们要不要用一下传送？其实也没东西，好吧。把人传，你们现在传到第四里，然后传回来就好啦，对不对？传来传去。哦，好主意耶！用一下，秀一下传送，秀一下传送啊！不啊，我不太会用它。没关系啊，我们现在教你了。我帮你提一笔，我教你。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。有不能再摔嘞！天哪，哎，摔了！我们去下一个区域吧。后面有密道哎。哦，真的吗？哪里？那个丛林那边后面。你别骗我，我刚走过那边没东西。欸、这边有宝箱哎、欸。有啊有，真的有密道，真的有宝箱、啊。这里其实没东西哦。对啊，而且这里其实没东西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要过去看，你让我拉了。有宝箱子。那边有箱子哎、欸，真的，可是没东西啊。那感觉是陷阱啊。还是没东西啊。开了可还会把你传送到终点。对啊，点都看到底、啊。我试试看啊。那如果我们等一下开了的话呢？我都看到两个二零二零的话，果然什么都不能信。真的？就是你在这张地图上做的机关吧？好、哦，你唯一放的就是告示牌跟箱子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三个。三块。这是我刚刚发现的，我刚刚发现的。最好是这样。很不相信。我人很 nice 的。哇，你是啦，所以说反话。如果一起站中间有没有？不晓得他会怎样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导游进来啊，导游进来啊，进来啊，快点呐！你进来啊，进来啊！你要去哪里啦？进来啊！怎么在呢？哦，不能在里面。对，我那个二零，你看我就是听你的话，现在还在烧。开箱子。打开箱子就是这样啦、啊！看到陷阱箱跟活塞就觉得不太妙了。没错。哇，满弓奔到二了。酷，感觉两个杀手可能人要超级多，然后还要一直守点才有办法。嗯，真的。换一张，今天还有。好。原来还有别张。第二张。有这张。去厕所。他张。我该去上个厕所休息一下。去，哦、去吧，去吧。哦，音乐先去，再来我去。嗯，为什么不一起上吧？音乐，你们可以一起去、啊。那为什么不一起啊？不行啊，马桶那么大、啊，太挤了，太挤了。你们可以双打啊。怎样？两根马，两个马桶塞不下你两根吗？两根手头够了吧？你攻啥回？好嘛，小黄瓜。烦死！哎、欸，他说版本过就是什么意思？就不行，就有时候是那个伺服器还没开好，凋零风暴。對啊、没错。我看作者说什么 bug 修好是什么 bug？ 我们来看看上一次凋零风暴哦，各种的 bug 去，让我们今天看看有没有办法再去突破。好，做跑道指令是吗？
对，作者呛声说这个完全都修好，绝对没问题。哎呦，那我要来，我要来继续找了。没有，结果指令是在天空，我们那里上不去，有没有？而且有很多的修正，我们就来看看是否真的那么厉害。嗯，好，版本是一样，是一样。好，换我去了，换我过去。哎、欸，哇，没事。哦，我懂了啊！之前我是怎么玩吗？我要远远看就好，要等待、哦。好像有。哪里呀、啊？对啊，上次我们完全根本没有机会买便利店啊。对啊，根本没时间、啊。便利商店是游戏中最受欢迎的商人，啊、我们没看都没什么看到啊。真的，都是骗人，跟恶灵一样。设定，哎呦，很多设定啊！哇哦，还有一键设定。谢中间斗内。啊，他说等人到齐，一键设定。嗯。哎呦，钢铁人，你怎么会来 ？Hello， 钢铁人。Hello。设定是。为什么看到一个小空岛，然后上面有水流啊？